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嗱，呢一节咧又系一啲自我嘅人。咁當然啦，我昨天批評完有很多自我的人啦，咁但係呢啲人係未必真係好壞嘅人嚟嘅，有陣時火一起咧，著撚咗就萬不講你嘅啫。希望咧，無論係昨天嗰啲咩追巴士少年啊，大聲講電話阿姐啊，翻去冷靜啲諗諗啊，其實自己都好似有啲唔啱喎。嗱，唔需要同任何人道歉㗎，起碼你自己覺得啊，都好似有啲唔啱，以後唔好做咧，咁都係一個即係唔好咁做啦。一個很大的我不要說公不公德，是對個人的、那個、修養或修為的改善、當然啦、如果在你一時一火，即我明白，我最明白這些東西，一火起上來就火車眼，但其實呢你永遠都是理直先氣壯的，你如果不是講講下都有點減出來，自己的氣勢都弱一點、就像今天呢我這樣說昨天那宗匯豐事件，他又打電話來，我真的很理直氣壯，我本來我一直都不關女士的，打電話給我，我都是忍住，後來我都狂，我叫你的老闆來屌你老母，你不要煩我了，不要煩我 OK。 那我單子是什麼呢？我去到現在我還在 hold 住先，但我一講呢，我想你們個個義憤填膺，喂，這樣都可以的，是吧？即特別是、即現在呢大家就發覺為什麼香港很多、部門機構，譬如醫療事故，為什麼那麼多的，突然多了那麼多、喂，知唔知走幾多醫生護士啊？喂，咁唔係有啲落翻嚟咩？嗱，先唔好講話係嗰啲係啊，係咪唔得？但係醫管局都承認，喂，有時啲文化上面啊，嗱，佢都可能好熱心嘅，即係我唔排除啊，好想幫到病人嘅，尤其是落到嚟香港可以有一個好啲人工啊，好多嘅機會。但係嗰個文化差異啊，就可以影響咗個病人喺獲得適當救治。那個瞬間咧，係咪會即係及時啦？喂，屌你點解？好似我今日同我威少食傾開偈，佢話：喂，佢幾皮嘢人工嘅喎，佢請啲夥計三四萬蚊、四五萬蚊喎，都請唔到人啊？點解啊？因為真係走咗幾十萬人啊嘛，係嘛？咁你個消費市場係突然間，你嘅消費客群係少咗一紮啊嘛。落嘅人係咁多咧，落到嚟係咪繼續喺香港消費咧？定係屌你中意翻落嚟香港行下，政府又冇逼佢揾工，中意翻深圳消費咧，翻鄉下都仲得，係嘛？咁啊，所以咧，大家有咩苦日子有排行，有排捱啊！但係都係咁講啊，有陣時諗下，我自己都好似有少少唔咩嘅，咁啊嘅世界就容易好多啦。好似呢條友咁樣，有網友。在個群組 Facebook 的群組啊，大埔富蝶村班蝶樓、真蝶樓、粉蝶樓、鳳蝶樓、客蝶樓、喜蝶樓、顯蝶樓咁多樓嘅紫蝶樓王，屌你諗咩嘅群組？其實呢個群組有大埔富蝶村群組咪得咯，使唔撚使寫曬九層樓啊？就發文留言富蝶72K 黐線日常。首先呢富蝶村呢，我今天我即刻喺度諗佢喺邊度呢，因為我可能我搬咗幾年啦，應該係我搬走咗先入伙嘅。咁我睇個富字呢，就應該喺富亨村嗰頭㗎啦。咁果然都係嗰頭啦。咁一齊俾人笑㗎嘛。點解有咩好笑？富蝶村。花蝶。OK。咁尤其是嗰個位置呢，佢嗰個位置啊，其實呢都是大埔的鬼故事入面一個比較旺的位置，因為富亨村對面南坑我哋個橛咧個山口啊，都係噶，加上有康治院啊、大埔醫院喺附近啊，咩嗰個咩啊乜鬼嘢，咩素麗啊、吳骨仔即係吳骨之啊，咁啊，咁嗰度個山咧上咗去之後咧，即係你唔會行上去啦，個山當然，佢再喺對後面落山咧，好撚奇怪喎，就落翻鳳園村教育學院嗰邊喎。那邊鳳園村咧，即係南山那邊啊，亦都我曾經有個老友記話俾我聽，全港佢話真係解釋唔到邊度最多最陰氣最高最多鬼魂，但係佢自己見過咧就係嗰度啦。因為點解咧？佢有一晚咧，佢入到去咧，見到係成個山上面入到去啊，
係全個山都係二千百萬千萬嘅鬼魂啊，老友啊，咁咪即刻要劃結界啊！我咁撚犀利，咁撚堅。嗰邊好多山墳啊！咁多山墳都唔咁度到好多山墳啊！咁 anyway 啦，咁啊呢啲題外話啦。好啦，呢一個樓主話，當日佢夜晚喺大埔公屋富蝶村搭九巴72K 嘅時候，有個大叔攞住架單車上巴士，司機咧就話：喂，唔得喎，你阻住喎，叫佢落車。大叔堅持上車，仲批評司機係錯嘅。好啦，跟住可能有啲乘客咧睇唔過眼啦，於是乎咧呢、這個大叔咧就同個司機同埋車廂嘅乘客互相爆粗問互鬧啊，最終報警處理。咁啊，百幾人咧就陪咗一齊等差佬。好啦，咁啊從現場相片，我哋先睇現場相片啊。架車係接得埋嘅，喂，但係咧佢就擺咗喺嗰條走廊度，根本啲客係行唔到入去嘅。好啦，呢、這、一個 post 引嚟網民熱議，紛紛批評大叔自私離譜啊！第一，好多單車撚自私自利，正撲街，喂。咁又冇一足谷打一船人，所以好多單車撚真係好撚麻煩，我都覺得。雖然我都踩單車，唔俾上就咪撚上啦，賴死唔落車，佢都踩單車啦，做咩要搭巴士啊？佢點解唔自己踩去目的地？咁啊，好多人講呢啲啊，佢真係鬧埋啲車長啊！咁有網民話當晚喺現場嘅，我嗰晚都喺度。呢、這個大叔啊，仲手指指阿 Sir， 想打人咁嘅樣，仲挑機，一日到黑喺個電話度講乜嘢乜嘢例乜嘢例法律撚。又仲話自己係刁民，嗱冇人會自己話自己刁民嘅，啊可能就係同人嗌起上嚟嘅時候咧，乜撚嘢？我係刁民啊！你吹撚帳啊！啲人話屌你真係刁民嚟嘅，係啊，我吹刁我刁民啊，吹撚帳啊，即係嗰種。好啦，嗱，我哋睇翻個條例先。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任何乘客均不得故意阻礙或妨礙巴士司機或者任何獲授權嘅人，或者故意分散佢哋注意力，而巴士上面嘅乘客無需繳付額外費用，可以帶嘅總重量咧唔能夠超過五公斤，總體積咧唔能夠超過0.1立方米嘅一件或者多件包裹，違者就屬違法，咁就可以罰5000蚊或者監禁6個月，咁佢一定係違法噶啦。佢可能好輕嘅單車，我唔夠膽講，但係佢就算點摺疊咧，都唔係0.1立方米。好啦，我首先唔好講例先。可能一時氣緊啦，你知而家啲人啦情緒咁敏咁緊張係嘛？咁啊，所以咧，即係我係今日我就都係咩噶啦啊！我哋都即係唔好咁快上頭住啦。我哋即係容許下人哋，要包容下嘅啊！一時所以可能一時火氣一嗌咗交就落唔到台嘅時候就掹到咁緊啫係嘛？但我真係想講法律諗呢樣嘢，即係網友話佢咧啊，又好似想打人咁款嗰啲冇計啊！成日喺度講啲條例，喂，法律規定乜乜乜乜乜，即係好似琴日咧嗰幾個僆仔咩肖像權。嗱，我首先喺針對呢個問題先。呢、這個世界上咧，譬如我哋出嚟撈世界揾食，我哋好多時候會好關心有冇犯法，冇犯法嘅嘢咧，我哋就會去做啦。呢啲叫做咧，即係叫灰色地帶。嗯。但係咧，呢個世界上咧，或者我哋世界同人嗌交，哇！你有冇搞錯？你咁核突，做咩？點解唔得啊？犯法啊？嗱，即係我哋香港人個概念就係犯法就唔得啦。嗱，因為你可以睇到啊嘛。如果我犯法咩？啊，嗱，老實講，呢、這個世界上咧好多嘢都唔犯法嘅，真係嘅喎。咁係咪你就可以任做咧？嗱，你話如果啲嘢又一下下一定要去到用法例去解決咧，其實對自己都冇益處啊，勞民傷財係嘛？咁但係點解我哋有我哋要尊重，亦都希望我學良好嘅司法制度咧？就係啲嘢從其他渠道解決唔到嘅時候，最終都有法律去解決，就唔使打交啦，唔使拖馬僕友啦，係嘛？淋紅油啦，唔使用法律解決，文明嘅係嘛？好啦，呢一個咩大叔開口埋口講法律，我唔知係真識定假曉，但係咧。要用呢一件事攞架單車上巴士，就講到用法律嗱，當你係真識嘅，你係咪真係真係識得法律啦？係咪覺得即使咁樣阻住人，但我唔犯法就得啦？唔係咁噶嘛，你真係阻撚住人啊嘛！我哋睇現場相片就非常清晰啦。屌你老母！哇，咁點行啊？你咁樣架車擺到嗱，因為點解咧？佢呢度個位咧，
就俾咗嗰啲即係結下啲擺咗啦。嚇點解咁啊？我相信佢上個車咧，佢唔會擺正喺度嘅，因為佢其實擺喺度嘅時候，就係個司機唔俾佢上車，嗯，所以擺喺度。但係我哋大家搭過巴士㗎，嗯，佢呢個嘢佢擁入去啦，我當佢唔好擺喺度，你擺到去邊咧？呢個嘢你擺到去邊啦？你擺到邊你都阻住人㗎，嗯，係嘛？屌你老尾！即係咁樣，你都仲要去拗？喂，其實嗰晚我問得仲好喎，屌你老母！佢呢個去嘅咩泰咩總站啊？泰和總站。泰和總站，佢自己踩去泰和好撚近嘅啫喎，嗰架單車。係咯。係嘛？係咯。點解你唔踩佢咧？喂，你康智嘅位踩去係咯。好撚近嘅喎。喂，我一望有邊個熟單車，我都要買翻單車。我都要，因為點解咧？大家睇我手上面呢個就係好撚神奇。我亦都相信係我喺好快嘅生產，即、就、係、是、我哋嘅產品王。好啦，睇第二張相，第二張相。嗱，佢話似刁民，唔俾人哋上車喺度等差人。哇，佢咁遮住個樣喎，同埋戴帽嘅喎。如果唔係，我都覺得有啲似阿牛喎，刁民牛啊。係。係嘛？係咯。係嘛？屌係咪喂？係咪你啊，牛哥？屌你唔諗係玩嘢係嘛？阿牛哥冇咁奔走嘅，我覺得。屌你啦，咪好啦，嗱，翻嚟先，即係唔係話下唔犯法？我當你呢個唔犯法先啦。其實我覺得犯咗啦，因為根據頭先嘅條例。咁拗乜撚嘢啫？唔係下下話犯，做咩而家我犯法咩？喂，你嗰啲古惑仔出嚟撈嘢啊！有好多嘢，即係講真啦，屌都係要講下道理嘅，都唔使一定要下下講法律噶嘛，好啦，另外，哼，陸振中呢單嘢繼續講。陸振中呢單，我覺得咧，即係嗱，我講翻啦，而家去到邊度咧？講翻去到就係當晚被即係佢被指控襲擊同袍案咧。咁啊，上次講過啦，呢、這、一個啊督察啊阿蔡文浩啊就喺度作證，佢就話咧喺7月15日晚2022年，當時曾經飲完酒嘅被告打算開車走，事主阿 X 咧亦都曾經登上被告嘅私家車，試圖阻止被告嘅，期間被告喺度嗌你走，就叫阿 X 走啊，又逆線行車。咁啊，蔡文浩咧就自覺有責任保護啊 X， 點解你會有責任保護啊？所以又唔係彎馬對啊。好啦，於是乎就追上前，就捉住被告架車，哇！車都捉得住。蔡文浩當時同被告講：阿 Sir， 喂，你警司嚟嘅，飲咗酒仲揸車？但係被告回應：屌你老母，關你撚事啊！你幫品嚟嘅咋 ？X 之後就再上車，喊住口，恐懼咁樣勸被告：你唔好揸車啦！點知被告咧就用左手打下 X， 因為佢成大家知道右派啊嘛，打下 X 令到發出慘叫聲。嗱，呢個蔡文浩嘅比較口供。咁於是乎，蔡文浩其後又伸手試圖就掹佢嘅車匙，有哇咁撚奔走嘅，屌你老母！喂，你警司嚟嘅，你揸咩車有車匙嘅？啊，可能係嗰啲好撚高級幾百萬嘅老爺車啦。如果唔係嘅，哇！我呢十幾年都未試過揸條揸車有車匙喎，要插車匙嘅咩 ？OK， 好啦。被告大情緒激動，見佢掹車匙就捉撚住佢，又用右手捉住阿蔡文浩嘅左手，嗱好明顯啦，佢咁樣想掹車，掹入去啊嘛，即係叫跟住咧就咬鳩佢，嗱呢個肯定係飲大咗啲動作嚟嘅。蔡文浩話好撚痛，佢後發現隻中指流血啊，佢當其時好緊張、好焦慮，及後就致電俾相熟嘅警署女警署警長話。我俾阿 Sir 咬傷咗，佢仲發緊酒癲啊！後來有途人報警，救護員同埋警員分別到達啦。報警加有途人，嗯 ，OK。蔡文浩話：被告係憲委級嘅警務人員警司啊嘛，擔心被告濫用職權向佢報復，因此向在場嘅警員話：俾車門夾親，其實俾車門夾親都可以話係佢夾咗你。哇！真係冇諗到呢樣。佢事後就前往急症室求診，最終需要服用三針。另外，佢曾經向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啦同埋心理醫生求診。政府心理醫生認為佢患上呢個創傷後壓力症。好啦，無啦俾男人含你手指喎，咬你手指。嗱呢一單嘢咧，其實我已經唔係講緊呢個陸振中有幾不堪，呢班差佬有幾撚離譜？呢、這個沙頭角嘅差佬，屌你老味，又遲到又早退 ，discipline 差到不得了。修改呢、這個警鐘。呢、這個 X， 屌你老味人啊，非禮唔撚發雲。呢、這個蔡文浩咧，俾人打都唔咩？佢哋嘅證供其中一樣嘢，就係、是、針對住呢、這個被告。嗱，先唔好講有冇做呢啲嘢先啦，就係、是、佢權力好大，驚佢玩嘢，影響自己份工。嗱，
X 又係咁講，佢又係咁講。哇！屌你老母！喂，呢個咁嘅真係差佬，真係好撚大鑊喎！呢個警隊，如果係咁樣嘅，佢哋會咁樣諗嘢嘅。哇！佢已經係去到非禮人啦、打人啦、醉酒駕危駕啦。如果唔係後來呢單嘢，即係佢哋，我估計啊，而家未去到西屬嗰陣，嗰法庭上未出現啦。唔係因為呢越傳越犀利，傳到入邊俾另外一個女警司聽到，去問佢或者揭發呢單嘢出嚟，可能佢哋仲喺度，仲喺呢個環境下面工作嘅喎。喂，你哋係作為執法者，睇住雖然我係你上司，係咁樣犯法，你哋唔係諗住去挺身而出？將佢懲之於法，還正義一個公道，還俾你自己一個公道，唔係，係諗住驚佢玩你。哇！呢班咁嘅差人，如果我用呢個邏輯諗嘅，出邊啲有錢佬，咩四大地產商啊，黑社會大哥，好撚有勢力嘅喎，呢個，咁我哋市民之義理啊！哇！連警察自己啊，或者明明俾上司咬，咬啊！俾人非禮喎，俾人同人冚冚喎。佢夠膽講，即係個個都係咧。喂，連你自己都唔信呢個司法制度。屌你講乜撚嘢啊？嘅制度，然後你叫我哋信？你講乜撚嘢？喂，我話反而而家唔係，因為老實講，樹大有枯枝呢個肯定嘅。但係我用呢單案嚟睇啊，個個都係咁喎。屌你咁撚樣嘅？喂，再唔係遲到咗，對佢人偽造文件，呃我哋嗰啲OT錢。收咗呢個警察嗰啲鐘，喂，仲要超過一半喎，仲要超過一半喎。啲 friend 老細啲 friend 嚟同佢屌打台打波啊，屌你咪執翻出台啊，蛙艇一年有三百幾日唔翻工。屌你有冇搞撚錯啊？乜撚嘢嚟㗎呢個？我真係以為睇緊屌你老尾1985年咩警察故事成龍嗰啲，等咗嗰啲啊，即係成班撚樣喺度燒嘢燒野豬啊！屌乜撚嘢警隊嚟㗎？好啦，另外，哇！呢個我哋要講下，因為呢個 AV 女優咧。雙宅男咧，我哋之前講過嘅故事啦。咁佢咧就係由呢、這、一個香港出世嘅，咁當然係日本 AV 女優啦。嗱，舊年六月突然宣布隱退，震驚網民。事隔年幾，尋日咧雙宅男又再有重大宣布，佢話將會捨棄雙宅男呢個名，因為唔希望被困在過去，甚至乎咧預定喺九月舉行嘅香港見面會都會直接取消。嗱，佢開個 po 點解會講咧？因為佢嘅故事真係～值得講下嘅嗱，前 AV 女優雙宅男喺香港出世，2023年6月即係舊年啦，引退嘅時候話自己未來打算喺香港或者台灣作影視作品發展。舊年都參與過港劇《東京愛情動作故事》嘅拍攝，今年咧亦同阿坤哥吳業坤啊合作主持飲食節目《獨食好西》啊。阿坤哥而家係咪喺日本發展啊？追日本老婆，我真係唔知。知啊，開掛。好啦，雙宅男咧，尋日就喺社交平台開 po 話。自己將會告別雙宅男呢個名字，嗱呢一件事咧，呢、這個報道冇講，我同大家講，呢、這個當然係好重要的一件事啦。我亦都希望佢好好行佢未來嘅路啦。佢話從此咧，從作為雙宅男嘅所有活動畢業啦，唔會再用呢個名啦。佢個 po 咧話引退年紀入邊，好多人都仍然問佢幾時回歸 AV。佢話自己真係無意重返 AV 啦。佢話：但做乜嘢都被冠上前 AV 女優呢個頭銜，你咁講，你就算改咗名都係會嘅。OK， 令佢感覺好似俾過去嘅榮觀同埋形象困住，對佢造成好大壓力嚇，亦都失去咗用雙宅男嘅名義活動嘅意欲啦。佢話：佢從來唔後悔做過 AV 女優，亦無意否定或者隱瞞過去工作，但藝名咧就令到正在努力前進嘅佢咧好痛苦，所以打算咧。將雙宅男呢個名咧，佢曾經打算將雙宅男呢個名發揚光大嘅，為咗脱離過去嘅束縛咧，但係而家為咗脱離過去嘅束縛咧，決定捨棄雙宅男個名，重新開始，今後亦都唔會用雙宅男身份接任何工作，咁亦都咧將佢喺即係都同即係買咗飛參加佢喺香港見面會啊，9月7號、8號嗰啲香港朋友咧，對唔住，咁主辦方咧亦都係退翻錢嗱。點解我話尊重佢呢個決定咧？咁大家要搞清楚，雙宅男佢本身唔係叫雙宅，唔係姓雙宅嘅。雙宅男咧係佢嗰個經理人嘅姓嚟嘅，佢個經理人就係雙宅。咁我哋普遍咧一般嘅報道咧都覺得佢同佢經理人咧係有一個好超甚係愛情啦，絕對男女嘅愛情啦，但係甚至乎超越愛情、超越生死嘅愛情。喂，咁所以佢頭先嗰段訪問話。佢即使曾經打算將雙宅男呢個名稱發揚光大，
但係為咗脱離過去嘅束縛，佢決定捨棄雙澤南。咁究竟係發生咩事咧？雙澤南，我哋之前講過嘅故事啦，去香港出世啦，咁屋企係有錢嘅。嗱，呢個好奇妙喎，有錢真係拍 AV， 咁你唔好過諗住我一定係咩喎？咁我哋無論如何啦，咁啊，佢就係開始咗搭 AV 嘅路途，但係因為佢唔能夠俾屋企人知嘅，所以就完全唔會參與任何嘅宣傳啊，等等等等嘅嘢。咁當其時佢就俾佢嘅經理人，即係後來嘅男朋友咧，就說服咗。咁佢兩個人咧，其實咧，因為男朋友係嗰啲 AV 製作公司度走，即係走出嚟叫做打單炮啊，叫做即係創業啊。咁我旗下嘅藝人咧，就係得雙澤南一個啫。好啊，好啦。咁啊，正當佢哋喺個業界度不斷打拼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啊雙澤南屋企人都好快就知道咗啊。咁啊，喺佢忍唔忍退底下咧，咁個報道就話佢最後都決定唔忍退，同呢個經理人繼續向前行。咁你就知道咧，咁梗係你有啲啊關有啲男女感情嘅產生啦。好啦，但係就喺呢個時候咧。雙澤南咧個男朋友咧經理人咧就患咗癌症喎、啊、但係縱然喺癌症上面咧，即係喺個醫個病棟入邊啊，即係醫院入邊咧，仍然死周圍同佢打電話啊，即係打點。咁但係自此之後，既然佢有病咧，自此咧所有咧咁嗰啲即係商業活動咧，啊雙澤南都要自己一個人去即係自己攞住啲化妝品啊、衫褲啊就去出席。咁你話係幾難呢件事咧？因為日本咧。啊嘅 AV 產業咧，其實非常咁專業嘅啊，咁啊特別係你想谷銷量啦，或者甚至乎贏取獎項嘅話，好啦，咁啊正喺呢一個時候咧，啊因為佢男朋友啦，啊即係有咁嘅病啦，亦都開始即係久病就開始失去斗志啦。咁雙澤南咧為咗鼓勵佢嘅經理人咧要繼續生存咧，佢就咧即係而家我靠幾億啊，即係氹佢又好，或者許下宏願又好啦。話一定會繼續努力嘅，要同我一齊奮鬥，會成為即係日本嘅 A 最好嘅 AV 女優咁樣講啊！咁嗰時男朋友其實已經係哇喺病入膏肓啦。咁啊，好啦，唔知點解喎？嗰年咧，竟然佢被提名咧，成為即係年度女優喎啊！咁啊，係真係唔知點解咧，因為以佢嘅啊作品嘅銷售量啊等等咧，其實真係唔係咁 top 嘅。咁但係後來咧，事後咧，我而家啲記憶開始慢慢翻嚟啊。佢點解會啊俾屋企人發現佢仍然繼續去做呢個女優咧？點解即係除咗佢男朋友或者經理人咧喺病危之中，佢仍然會繼續即係除咗即係因為知道呢個係男朋友嗰個夢想啊？哇！搞錯夢想做 AV 公司。喂，如果佢喺嗰啲咁嘅企劃入邊度啊出身做咗好多年工，咁你自不然係有個夢想，即係達到即係做嗰間，即係咁樣咧嗰個行業發展。其實就因為咧，雙澤南咧佢一出道嘅時候咧。佢見到好少都好啦，嗱，譬如第啲女優，哇，有千百萬個粉絲去支援佢，但係咧，佢一個咁籍籍無名嘅 AV 女優，年年有幾萬個 AV 女優嘅，即係新女優嘅，都有幾個粉絲去支持佢，咁佢就覺得好感動，啲日本人係咁樣啦，啊，估唔到自己咁唔紅，都有幾個人支持自己喎，所以呢個亦都係繼續喺 AV 界度努力嘅原因嚟嘅，好嘅，好啦，但係當佢入選咗呢個年度 AV 女優嘅選舉嘅時候，咁大家明白啦。為要做年度 AV 女優咧，除咗即係銷量之外，當然啦，嗰啲人氣啊、咩網上投票嗰啲係好重要一環嚟嘅。咁咧，咁啊嗰陣時咧，哇！就係真係好似即係我哋啱啱我睇完啦，成龍嗰套奇蹟咁樣，哇！好多粉絲係粉絲啊，就上嚟幫我哋拉票宣傳企街站，而甚至乎後來係出現到咧喺業界入邊同我哋合作過嘅其他女優啦、其他經理人啦。其他嗰啲梳化服啦，即係梳妝，即係化妝啊、梳頭啊，嗰啲人咧都係咁，即係去同佢哋宣傳啦、啊，同佢點解咧？可能其中嘅原因就係佢呢個男朋友啊，雙澤先生咧廣結善緣啊，喺呢個業界咁多年啦，咁又就嚟即係又病入膏肓嘅時候咧，咁大家咧群策群力，希望喺佢真係假如會離開呢個世界之前咧。都有個美好嘅記憶咁樣啦，咁奇蹟就竟然出現喎！呢、這個故事我講過㗎啦，其實就係雙澤南咧，就係竟然奪得咗2019年嘅年度女優啊，即係最高嘅大獎啊！啊，咁嗰陣時咧，佢後記就係佢攞呢個獎咧，去醫院俾佢男朋友睇，即係經理人睇啦，係嘛？咁啊，大家都承諾咗咧，都繼續用，即係好翻，繼續奮鬥，好嘅。咁但係應該係可能幾個月後嘅事啦，即係天就從不人願，即係不從人願啦。咁啊，雙澤先生都終於過咗身 ，OK。
咁啊，當日咧，我最記得喺個啊雙澤先生嘅告別式嗰陣喪禮入邊咧，啊雙澤南都話佢腦中一片空白，連對大家嘅見面啊、一齊奮鬥個回憶都冇曬，就仿似生命咧，真係冇咗一部分啦。嗱，呢個係佢，我相信係真實嘅感情嚟啊。咁但係咧，幾年後咧，佢咧就決定咗係咪咁無情義啊？因為點解咧？佢話雖然曾經打算將雙澤南呢個名字發揚光大，但係為咗脱離過去嘅束縛，頭先我個三分事就講呢句啦。啊，我諗佢咧都真係想放低，即係再愛呢個男人，或者個男人曾經咁愛佢都好，因為佢其實唔係叫姓雙澤噶嘛。佢叫雙澤南改呢個名字就因為佢個經理人係叫雙澤噶嘛。嗱，通常 A.V. 女優好少用真名，因為用真名會被屋企人好容易發現嘅。OK， 咁佢而家。點解會改會有呢？我諗佢未必係唔愛呢個男人啦，但係時間畢竟都幾年啦。好似阿張柏芝喺呢套《忘不了》入邊啊，都同呢個逝去嘅古天樂講：對唔住啊，啊，我要忘記你啦咁樣。啊，因為佢有劉青雲啊嘛。咁我覺得咧，就係有啲嘢擺喺心入邊得啦。佢要改咗呢個，即係佢曾經有呢個宏願，將呢個雙澤南。男呢個名發揚光大，到而家想仍反而認為呢個名咧係束縛咗佢咧。於是乎佢啊唔再用呢個名嚟發展咧，咁我覺得我明白佢呢個用意喎，啊雖然佢啲文章冇咁樣嘅報導，因為如果唔係咧，係唔會咁突然咧，係連個名都唔要嘅。咁 anyway 啦，咁啊雙澤南其實就從來唔係一個啊，即係 OK 咁，當然絕對 eatable 或者去收你，即係你嘅會 eat 啦。咁但係咧，佢就唔係我杯茶嚟嘅，因為啊。冇乜老身啦，係嘛？好，我哋睇下雙澤小姐啲相先。嗱，睇咁靚唔靚，梗係靚嘅。嗱，加上化曬妝 ，OK 啊，好在香港出世，有啲港味。嗱，咁啊，專登翻嚟香港啊，去影相。嗱，你睇下咧，嗱呢啲咁嘅建築物咧，你好中意嘅。咁咧，而家啲嘅深水埗啊、土瓜灣啊、紅磡舊區都仲會有呢啲樓。咁但係啊，而家好啲。即係啊！而家咧收樓嗰啲價值冇咁高啊，暫時就可能喐佢嘅。咁但係咧，呢啲業主又比較年紀大喎。到出年咧嗰個咩啊消防條例咧咩嗰個咩我又嚟嘅時候，真係唔知點算啦。而家鬥快，而家係鬥快解散呢個啊法團，因為要孭飛啊嘛。好啦，解散法團咁邊個嚟搞呢樓？咁個環境咪仲污糟咯，仲邋遢咯，係嘛？哇！究竟搞乜嘢啊？特區政府咁，但係呢啲嗱，但係呢啲樓就好吸引到外國遊客，特別日本人咧。佢哋嚟，即係反而佢哋好中意睇呢個。譬如金剛啦，係啊，係都係嚟呢度㗎。七二中咯，係啊，海山樓咯。好，再去嗱呢、這個係啊咩啦？佢身材就冇乜嘅，身形係高瘦嘅啊。好，再嗱呢啲相就正啦。哇！你話點忍啊？屌你老母！你話講真啦，各位網友，屌你老母！我十五六歲，屌你老母閪！我係首例。嗱、啊，如果喂嗰、那個女仔早熟啲嘅。當然啦，細路女十五六歲整咁有咁嘅線條嘅、啊、但係你話老實講點忍啊？點簽承諾書啊？屌你老母啊！搞啊！喂，我就算我啊喺嗰剎那，我一搞一吉落去，屌你咁可能要坐監，可能要做老豆啊！唔撚諗噶啦，邊度諗啊？屌你人嚟啊嘛，仲冇相？好啦，咁啊休息一陣，都唔好講。